是这个移除刚刚的这一个样式部分哦，所以它原来，请各位切到那个图书资料年份这部分。好，那我们主要呢几个地方可能要，第一个呢就是切到那个设计里面哦，它要我们先把它的样式先把它变成没有，并且呢把它转换为范围，就是把它不要变成那个表格哦，变成范围，然后按4就好了，它就切回来了哦，你会发现上面就不会有一个筛选的那个条件发生。那接下来的话，其实最困难的地方哦，其实这一题哦还蛮繁琐的，因为主要就是下面这个地方它会有一个总共有几个条件哦。总共第一个呢，它希望找到什么年份在2010，而且呢借构号末四码，末四码就后面四码要6668，那书目编号要前两码是23。24哦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如果我要把这些资料找到的话，那你必须下一个条件哦。那这边就要第一个哦，跟他讲说，我这个范围里面哦，假设年份部分的话哦，是2010年以后，所以第一个请各位把范围先选起来，从 A2 Ctrl Shift 向右向下。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什么，设定这个格，那特别说，因为它总共会有三个条件，你要一次做完哦，恐怕不容易做对。那我是建议你分次做，那怎么分次做？一新增规则，那规则的话特别注意哦，只能用哪一个呢？只用公式来决定，你要格式化的啊。所以第一个哦，我们第一个条件是什么？如果第一个要选范围，选完之后，如果当什么呢？当这个哪一个栏位呢？当 F 栏哦。我们先第一个条件是2010的，先帮我把它格式化，就是把它变成整列填满的话。那需要怎么做哦？第一个你跟他讲说，我要先在这边哦，先锁定栏，锁哪一栏呢？锁 F 栏。那我从第二列开始，先帮我从头到尾往下找哦，意思说固定是在 F 栏哦，其他栏不用找哦，只要 F 栏的第二列，那你只要输入开头的那一列就可以，它会一直往下找，因为我选取的范围不止第二列嘛，还有第三列到最下面好像到500多列吧哈。那如果它这个值啊，假如说是大于多少？大于等于包含2010的话，帮我做什么事情呢？设定格式化条件。条件的部分的话呢，它里面哦，它有几个部分呢？第一个就是说它要什么出体字哦，然后字的部分的话呢是深黄褐，辐射三。较深 25%、哦、那这个地方我先把出体比较好找啊，字的颜色的话是有没有深黄褐在这里了、哦、啊，它是什么深黄褐3 25% 应该是这个吧 OK、哦、点一下就 OK 了啊。另外的话填满、哦、填满是多少？填满的部分、哦、比较麻烦，它是什么深黄褐色一样，辐射2较浅40 OK。 那2的话你会发现哦，填满这地方很麻烦，它不会显示，那可是字型这边会显示，所以哦，你干脆怎样，先帮他找一下大概哪一个字啊、哦，就这一个有没有？然后再把那个位置对应的关系有没有？应该是从这边算过来，一二三四五，然后一二三四，大概是这个，哦，等于右边数过来五个四个哈、哦、，OK， 比较麻烦一点哦。然后你要一二三四五。然后一二三四就这一个 ，OK， 按确定。好，那我如果符合这个公式的话呢，就帮我把那一列给选起来，按确定。你会发现选的这么多，对不对？那可是问题哦，它还有第二个条件，所以建议啦，第二个条件你再把它加上去。怎么加？在这边的话，请你找到管理规则。管理规则的话，哈，点两下之后再加第二条件是什么呢？而且它的那个。借构号要后面尾巴要是6668的，所以哦，特别注意哦，因为有两个条件都要符合，所以请记得在等号后面加个 and， 前括弧 ，and 是什么？第一就是两个条件以上，第一个条件跟原来一样，第二条件就逗点，逗点加什么？加深这个是 A 栏对不对？所以打法一样。就是锁定 A 栏，就是指的是哦，只有找 A 栏啊，从第二列开始找啊。如果呢，这个 A 栏的资料的前应该是后面几个字，所以
请你在这个储存格的前面加一个 right 是指的是从右边数过来，数过来几个字呢？逗点四，四个字哈。如果呢，它等于什么呢？等于668啊，6668的话，那我就帮我把它什么显示成这个格式哦，格式不用改，但是主要加什么？加 and 是说两个条件，以这个条件哦，而且这个条件哦，尾巴是要6668的，哇 ，OK，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啦，只是说很长一串，很容易做错，按确定，有没有发现？啊，再把它怎么样？再按一下套用一下，或者按确定一下，套用一下，哦，你会发现呢，又少掉很多，只有6668，对啊，还没结束。这一题实在太啰嗦了，而且很容易做错。第三个还有什么呢？他说哈，还要输入编号前两码，要是23或者24，哇天哪，这怎么？我先做23好了，也就是说再做一个条件，什么条件呢？所以你这边的话可以的，再把它管理一下。and 后面哦，记得 and 最后面这个括弧里面再加一个什么？括弧的前加一个逗点。逗点的话呢，哈，是针对哪一栏？书目是第一栏，对不对？所以打一个 left， 而且这个非常要小心啊，因为只要打错一个字，哈，那仅第一，意思说锁住第一栏的第二个开始，它的逗点二就是前两个字有没有？前两个字是23，所以我先做23好了，这个前两个字如果等于，哈，所以后面的话加一个等于，前两个字。然后呢，这边记得哦，这个括弧是 and 的括弧，所以我就后括弧自己加一下，等于什么呢？等于23的话，我、哦、这边自己打一下23，好，就再加一个这个条件啊，如果对的话啊，那就再选，那、啊、如果21应该不见了，所以按确定套用一下，哎，23不见了，还没结束，还有24，24怎么做呢？哈、哦，一样这边把它编辑规则，再把这个地方哈。哦再加上或，哇，那更麻烦了。或怎么加？就是再把这一串有没有，把它怎么复制一下 ，Ctrl C， 因为还有24跟它长得一模一样，只是两个其中一个的话，你就加一个偶尔，外面包一个偶尔，前括弧，好、哦，然后在哪边加一个24呢？记得哦，在这个结束的括弧哈、哦、的前面加个逗点。把它刚刚那个贴上之后，把这个23改成什么24。好啊，记得哦，再加一个后括弧一下，这样应该就成功了。好 ，OK，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啦，就是说这太麻烦了 ，OK 哈、哦，这也可以，所以如果抽到这一题哈、哦，啊，套用一下，这样就大功告成。好、哦，那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吧，哈、哦，这个公式哦实在太冗长了，我待会也许我把这个。复制哈、哦，贴到那个云端上好了，哦，给各位参考好了。所以这边的话，我把这个公式贴到这里，好、哦，你们再自行参考。来，画面还给各位一下啊、哦，不然这真的是感觉对一般来说啊，哇，怎么可能也要一次就做对了？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。但主要是说，你如果可以哈、哦，把这些。条件一个一个输入并且做出来的话，哇，那表示哦，你真的是已经真的彻底了解所有一切的函数。那、啊、好处就是将来你想要把什么资料马上变个颜色，马上就照你的方式，就快速做出你要的结果来。OK 哈、哦，试一下。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哈、哦，我们就讲到2010跟2040两题。好、哦，所以请各位把这两题哈、哦，试着把它完成，然后存到。这个 portal 哈，然后下一个礼拜的话，我们再来看第三类部分啊。